当下社会很多人在追星，明星也不例外，他们也有自己喜欢的偶像。赵丽颖虽然成了大明星，但她并不是表演专业毕业的，在圈里多年也只是凭着自己的摸索逐渐才走出了一条路，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。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这条道路，自然也是另有原因的。她在成名之前就非常喜欢胡歌，并且以他为自己的向导一直在努力着，久而久之也就有了自己的一些名气。现在的他人气自然也是可以和胡歌相提并论，也已经成为了众多人的偶像。在这条路途上，大家以他为榜样，应该也会拥有别的收获。其实那些偶像即使再怎么优秀，对于大家而言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习他们的内在精神。希望大家在这条路上都能够向正能量的人士学习，不要太迷失自我，在自己偶像身上都能够学到一些有帮助的事情。